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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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.把我拿个雪糕过来。怎么怪怪的？哦，这是猪肉味的雪糕。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老婆，干嘛？走，村长的甘蔗可以砍哦。啊！我才不去，每次你都把我抛弃的。我彭佳佳是这种人吗？讲这种黑话，快点走。哎呀，那条那么小，这条啊，这条粗，这条长，真的是。不是这条，这条粗一点，这条啊！你这么多废话，你下来砍啊！还有你拿了这把刀，你叫我怎么砍？哎，我长得这么好看，我怎么下去砍啊？真的是，不是你要砍甘蔗吗？快，这条！啊！甘蔗是吧？我说没有，你想起吗？你长得这么美丽啊，不用偷。以后你不要跟你老公了， What? 跟我吧。这整片甘蔗都是你的，以后。真的吗？那当然啦。有人。